边的先发五人，客队的国王有苏世轩、陆毅士、杨敬敏、林书伟以及曼尼高。主场的工程师周国勋、克拉、艾富伯、卢冠轩以及田浩。卢冠轩直接自己来打一个三分球。拖车进来的艾福伯左手上篮得分，漂亮的 give and go， 手上苏伟右手抛投得分，艾福伯两罚都有，7-4，一个单挡的掩护绕出来接球三分，现在这三分球把比数给追平。往禁区交，苏世轩这边被克拉点了一下，不过是一个勾天顶，第200次的助攻，目前是本季累积助攻次数最多的球员。阿敏高难度的出手，再给到杨敬敏，冲进进来的抛投得分，还在卢冠轩的手上，直接挑战篮筐，被林书伟挡了下来。苏伟没有选择投三分，拿到篮底下左手上篮得分，防守球员直接被挡掉了。杨敬敏这些龙兔的出手，我看到国王不断在执行一个过来到小黑的低位，敏哥要来执行他的 pose， 大脚转移，苏伟真投进去了。哈哈，是臭别人之前一定要先臭自己啊！对，来看一下，看到敏哥这个反应，走位之后啊，不断的使用到同一个策略，就是下档之后出来接 pick and roll。那敏哥这球，你再拉到这个进攻篮板，会继续来打这个点吗？往外交，李凯燕，禁区右手挑篮得分。教练的调度都是比较属于轮换型的调度，所以才这一球。舒豪摆脱了第一线的防守，跑不到禁区上篮得分。朱云豪骑马射箭的抛投得分。小黑往外交，十点钟给到底线王子刚，还有时间吗？切入到禁区上篮得分，在第一节之前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，那可能来到国王还需要一些时间的。艾福伯直接旱地拔葱啊，跳投拿两分。李凯燕直接插杆，打了这个 N1， 就跟你说要切入了，果然跟。多打少的机会哦，林书豪太轻松了，太轻松了，球员太轻松得分。来回的出手啊，看到书豪这个处理，书豪再分。来破工程师的区域防守，心脏地带曼尼高抛进了，传球发生了失误。林书豪觉得自己上被克拉打了下来，这是路易斯的进攻篮板加一得分加二，我感觉有点大意了，有点大意，会不会起飞呢？曼尼高左手没有摆进，但后面还有路易斯扣进两分。我们来看看克拉会不会主动进攻这一球，因为他咬到一个小球员。外围这边田浩的三分球，苏豪哇，两个防守球员直接一条龙得分。区域目前也缠住了国王，那所以造成的这个分数比较僵持。底线奥地的机会啊，三分球。坚持在他们的这一套区域的防守上。林书伟40步下三分命中，
连续被进了两个三分。挺好，好球，过掉了防守球员啊，跳篮得分，打得相当有技巧。绝，艾布博翻身直接投，曼尼高跨步进来啊，吃掉了克拉，等着出手，再分到底线，看克拉。哇，这边田浩打了一个 N1， 虽然克拉没有出手啊，四川35号，嗯，我觉得他投篮的动作有一点像 KD， 胡子也像吗？可能命中率不像，但是鱼的出手得到了好的结果。王子刚在中距离选择插板得分，田浩的突破，篮底下克拉，这一次要出手了吧？最后自己再拿回来，球弹了进去。哇，不容易啊！他愿意进攻。篮底下路易士得分，收手情况下必须交出来。林书伟中距离的右手抛投得分，轮转的相当快速啊！到另外一边，曼尼高的出手三分球，弧顶，曼尼高跨到罚球线抛投，这两分啊，最后滚了进去。两分球，是必须要做出回击啊！如果分数就这样被带开的话，其实对比赛来说是非常不利的。底线的三分出手啊，注意好这个三分球，对工程师来讲是不是这边教练团有一些特别的设定啊？篮底下霍师傅挡了第一拍，第二拍被路易斯给打进去了。哇，那谁的悬赏金比较高啊？这两个人呢？冠轩啊，哇，这边他的得分也差距68-62。底下霍利飞今天这场比赛第一个 field goal 中，哎，看到对苏伟持续的走到下线去，这边转身路易斯败进这两分，是有非常好的水准。对，这边小黑啊抛进两分，1-66。小烈的抛投啊，加了两分上去，现在只剩下三分的差距喽。苏伟，没错，站到教练说好了，你上。这边甩开了防守球员，曾博玉上篮得分。小烈在罚球线。这个抛投距离很长啊，拿到这两分，碰撞之后吊球，来看一下前面工程师多打少，曾博玉这边给到霍利飞双手扣篮了，分给小黑，进攻时间剩下7秒钟，带高执行 pick and roll， 中距离吊投，哈哈，小黑这两分很重要啊，现在在比赛剩下7分38秒的时候，工程师70。篮底下掉，这边成功的战术让路易斯空抛得分，成功的利用一个上线的挡拆哈，再交给苏伟，再往里面，这两分抛投抛了进去，选择进攻，曼尼高第一拍啊被艾弗伯挡下来，自己再抓篮板摆进分数，特别在这个时间点，小胖来到了场上，对。凯燕的三分球，这一集加上去拨掉，往前面给2-1的机会，李凯燕直接端篮上篮得分，怎么不惯？挡没有投，往里面交，连续两次工程师的进攻发生了失误，那前面又是李凯燕的快攻机会上篮得分，这边第一时间往空中掉，霍利飞没有拿好，后来回来这边被奥蒂直接挡下来。球权在国王的手上，底线奥蒂的三分出手啊，这三分加上去之后比了一个奶奶的手势啊，奥蒂
快喽。篮底下狐狸飞，狐狸飞的火锅，看能不能再把分数再往上加一点。小烈的上篮得分，看能不能主场的工程师持续来追分哦。是 all in 啊，还是很大啊，还是要表现出 KK 的气势。往篮底下交，这边朱云豪两分摆上去。那讲到这场比赛啊，到这边差不多要告一段落啊。最后新北国王在今天呢、啊、客场挑战新竹玉鼎工程师，最后的比数是98-88，拿下这场啊算是相当重要的胜利。这个比赛赢下来之后，他们也拉开跟工程师彼此的差距啊，目前又有一场胜差的优势。没错，那我想其实新北国王整场打起来是蛮稳健的。那在于。